Vanessa's Dumpling House has now become a restaurant group with 5 locations in New York City, with more locations to come, including Forest Hills and the Upper East Side. The American Dream Mall location is our 6th location and the first one to open outside of New York City. And we are thrilled to be able to bring our authentic and delicious dumplings to you at American Dream Mall. Laura Desworth 进行致辞。 Dumpling House 啊，跟我们外面看到的外卖餐馆的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美国上海总商会、方关金共同主席和全体的同仁以及三江公司的朋友们向他道贺，并且我们由副会长带来一块点牌来送给他。另外呢，他的先生也是我们商会的顾问。 Jonathan 一起上来。啊，这块点牌的内容是商界精英美味锅贴，再次感谢他的邀请和所有的朋友。 Congratulations to Vanessa for yet another location opening.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各位嘉宾的致辞。今天是个好日子，开张大吉又大利，财路滚滚，运气横空。昨天的积淀，明天的期盼，更有今天的脚踏实干，从此一定会红红火火，更上一层楼。Today is a good day. The opening is auspicious and rigorous. The fortune is rolling, the luck is prosperous. Yesterday's accumulation, today's expectation, and today's down to earth work. From now on, you will be well healed and on to another level. 下面我们要进入隆重又热烈的剪彩仪式，有请我们的嘉宾上台。We would like to invite our VIPs and guests up here for recognition.有请三五集团三五集团Laura S还有大中华总裁上场。对 ，Laura。三五集团大中华总裁 Laura。北京同乡会会长张宝丽。北京同乡会理事长侯建立先生。北京同乡会副会长孙兰涛先生。上海总商会主席。吴凯先生，上海总商会常务副会长妮娜陆，你的广角不够广，我们这可以够。原来是分店总经理梁海根先生，不是用了这个地方。美国中文电视播音我就不上了吧，我为啥不上了？我不上了。不上，你上。北京局际餐饮经营团纽约分公司董事长杨庆辉先生。来，四爷，您得意着，您得意着。还有就是 FMM US AI Inc. founder and CEO Harold Ma。Dreamfall Design Studio 邱雨林先生，这个是中间是不是？I'd like to welcome you all to Vanessa's grand opening, and this is for you people who speak English, or some of you who don't speak Chinese. 你们都往后靠一点，人家照相了。往后靠，都往后靠。Sorry. The lion will be presented to Vanessa and Winnie, and they will feed the lion a lettuce, which stands for long life and a good beginning.And when you are feeding them with orange, which is a good luck, and we will start the ceremony with Winnie, Vanessa, feeding the lion. Thank you. 我是来上去比赛啊。上那边去，我先来那边比赛。
OK， 我先来一张集体照啊！别动啊，我这边也来一张。好，手有点手。好，好，你先拍，你先拍。好。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好了 ，OK， 好了，好了 ，OK。OK。良辰时机已到，现在我宣布 ，Vanessa Stanley House 美国梦分店正式开张啦！Thank you.
吆喝一下，吆喝一下，我们这个今天威尼斯饺子开店啊，我们今天唯一的一天，让大家来免费品尝威尼斯的特别的特色的饺子。好，棒棒的。我们严哥他亲自来还是上阵了？我警告一下。那个，我现场，现在现场，大家有没有上去品尝免费品尝所有的各色饺子啊？段总讲两句，然后带我们参观一下，我们结束直播。我现在在直播，哎，你跟我们讲两句好不好？段总，段总给我们讲两句，现在还在直播，来讲两句就随便讲。随便讲。这个在什么地点？我们观众问什么地点？美国梦在大概什么地点？然后在就是哪些饺子？就讲这个实在的。美国梦现在我们是在那个新泽西的那个最大的那个购物中心。那个我们在这边呢，就是有那个各种饺子品尝，有韭菜猪肉、白菜猪肉、鸡肉啊、跟那个虾、素菜，还有馄饨，还有各种夹饼，还有各种面点，还有各种汤类，还有各种小菜。总之呢，都是基本上代表北京的那个小吃之类的那个食品。还有一些，我看还有锅贴嘛，是吧？对，最主要的就是以锅贴为主嘛。锅贴就是有那个韭菜猪肉锅贴、白菜锅贴，还有鸡肉九层塔锅贴、素菜锅贴、辣牛肉锅贴。已经全了，好不好？要来品尝就来美国梦二楼，就到这个 Veneza 是吧？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是你的名字吗？还是？对，这个就是我一个名字，就是当时呢就想那个注册一个品牌嘛，但是呢想呢就是什么能代表这个品牌呢？那干脆就用我自己吧，就是代表这个品牌了，就是这样子。好，谢谢段总，谢谢 okay, 谢谢段总，谢谢谢谢。还有什么好吃的？你看，哇，还有各种彩色的饺，谢谢段总，开业大吉。还有一个，我想重点讲的是，我们各种饺子是有各种颜色的。我们这个各种颜色的呢，你看，我们郭毅老师小姐，红色饺子呢有绿色的是蔬菜的，然后红色的呢是鸡肉的，紫色的呢是紫薯做的呢是白菜的，还有黄色的呢，这紫薯黄色的是虾的，虾的，白色就是不同的。color 代表不同的这个东西，没错，也全部是天然的食品。好嘞，做这种颜色也是会受到就是美国人的喜欢吗？对，因为我们这个品牌实际上就是说主要的客户都是美国人，虽然是一个中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的客户基本上都是美国人。美国人的话就是大家都熟悉我们这个品牌，只要你问这个美国人，我不是说夸张的话，基本上美国人都知道我们这个品牌。Vanessa, 在美国人的品牌里边，叫 Veneza 是吧？对 ，Veneza 商标号在美国人的品牌里是非常有名的，大家都知道的。Yeah, 所以，但是呢，可能在中国人的圈子里，大家不是很知道，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广告。但是呢，我们在美国的品牌呢，是所有的。哎，谢谢谢谢，就是在纽约。我给你做个，完了。在纽约各大就是那个什么报社各大电视台呢都有报道我们，所以呢就是从来我们不用做广告，就是大家他们就是靠他们这些就是口人人就是人人皆知我们这个这个非常好吃，跟他们侯经理嘛主席啊拿也非常好吃啊，谢谢侯主席，来喝个饮，来喝个饮啊。何主任，你今天为什么来到这里啊？跟大家讲一下。他是我们纽约北京单位的理事，又是我认识相交25年的好朋友。从他开始开第一家店，我们就互相认识了，看着他的成长。确实好吃，饺子确实好吃啊。这个主要的，他是进入了美国主流社会，美国人喜欢他的口味。所以说这点呢是跟我们完全在中国城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今天有他那成就呢，离不开他的努力和他的这种。好，谢谢老冉，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来张帅，我们这个美国梦的副总裁老冉来到现场，来
给他们讲几句。这个华裔的这个企业家，也是我的好朋友，今天看他开业，非常的高兴，感谢您为我们中国所有的商户争光，感谢，谢谢，谢谢。好，干了这杯。好，干杯。希望这个 Veranza 飞得更高啊！对，生意兴隆啊，开门开业大吉啊！谢谢我们第一直播观众，也祝您一切如意。谢谢何会长、何主席、Veranza 啊、Laura， 谢谢谢 谢, 谢谢，我们结束今天的直播啊！好嘞，好了，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里面有哪些品种啊？我们再看一下还有哪些品种。哎，你好你好你好，我们。你看这么多名人，琳达也来了。北京商会的副会长，我们这个孙丹涛这个会长也来了。对，你好，你好。它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好像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这个。我们叫花着吃啊，花着吃。琳达怎么样？琳达？味道 OK。张宝利会长，再讲两句。今天怎么来到现场来？讲两句。哎，我们现在播第一直播。为什么来到这个现场？谢谢。好，行，你什么时候开始？你说。现在开始。现在你在直播呢。今天特别开心，参加我们维纳斯当布林的这个开幕仪式，因为他这已经是七八家了。连锁店啊，23年的努力吧，经过从一家很小的店面开到今天，我们都知道，特别是一个在美国这个从事这个职业呢，特别是餐饮界是非常非常残酷的一个行业啊，竞争很激烈，能够在短短时间内能够开七八家连锁店，而且能够在美国最有名的美国梦来开一家分店是非常不容易的。我知道他们花了很多精力和时间，同时呢，我们也希望他的成功啊，能够把我们北京人的这种精神啊发扬光大到美国啊，我恭贺这个维纳斯，也希望我们的观众呢能够有时间来品尝到美国梦，这里有很多很多美国梦的二楼，全世界最大的游乐这个园区啊，有吃的有喝的有玩的有乐什么都有，欢迎大家来玩。好，谢谢张宝利会长，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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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谢谢老大，让你讲几句话。哎，老大家自报一下，因为这个元老，社区元老，自我介绍一下这个，对，一开始就是森林公所的元老。三联公元老哈，介绍一下自己啊。今天是水立方北京同乡会搞的一个活动，我们三江公所当然是支持北京同乡会的所有的活动，所以我也特地从中国街赶过来，老大哥来支持我们北京同乡会，是咱们华人，祝他们圆满成功。好，非常谢谢你们啊！怎么称呼啊，谢谢这个老大哥？我是叫傅先清。哦，这名字也知道，傅先清主席，哎，老主席了，大哥啊，傅大哥，老主席了，老会长了。好，谢谢你们，身体健康，咱们华人的骄傲，为他祝福啊！好，谢谢谢谢。第一直播啊，照片那儿给你啊。好，谢谢。来你来，好，来你自我介绍一下，你好。北美华人华裔寻根协会会长蔡青娜，今天。你姓什么姓？蔡青娜。蔡青娜，好，你好，谢谢。对，今天非常的荣幸，应文莲嫂的邀请来到她的新开的饺子店。感谢我们的文莲嫂，她在中华的饮食文化做了巨大的贡献，把我们的饺子文化推广到我们的美国来了，而且是生意越做越好。是，他是我们华人的骄傲。谢谢。对，他是华人的骄傲。啊，积极的支持我们这个华人的骄傲。谢谢，尊敬主流，谢谢你，谢谢。你有没有你的名片？给我一张你的名片。你看，我们三家公司也可以找你，对不对？谢谢，谢谢。以后，我有。以后我们那个富光基金也可以找你。部长应该要尊重老的主席了。对啊。
谢谢。好的，我就叫第一直播线啊。好的。还有一些小菜是吧？这里面还有，这里面还有一些小菜是吧？我看一下。哦，还有一些小的菜，还有一些小的这个，乌酸奶啊。你看这里面有东西啊，特快套餐也有，还有一些这个家乡的面条、芝麻夹饼啊，各种饮品。珍珠奶茶、果味奶茶、冰沙系列，冷冻水饺也有，还有鲜水饺都有啊。这么多人排队啊，真生意兴隆啊！今天就这么好的生意啊，第一天就这么好的生意，怎么样？他吃的怎么样？啊，严哥吃的怎么样？感觉我还没吃呢，还没吃，先吃一口看一看。哎呀，严哥刚才一直在上，就是肯定是好吃，要不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品一下，感觉怎么样？真实的好，可以是吧？不要饿着肚子工作，对也是不方便，是吧？好了，我也结束直播，然后我也来吃了。这里今天没有你站在，不像话。对呀。哎，回家过来。过去，来拍一张。严哥这边，严哥这边。对啊，拍一张啊！对呀、啊，这话让我听得有点心酸。来这边来。老公也说了。好，一起啊，来，哎哎。啊，吴一平，站好啊，来。给你往上啊，我们拍一张。来，一二三，好嘞。来，主席，谢谢，好嘞。等一下。好，又来一个，等一下。来一张高三的，高三嘛。好，准备。1, 2, 3。好了，谢谢。就先结束今天的直播，然后啊。OK， 谢谢。多到我们认识啊。Lisa， 这个美国梦的 Vanessa， 来，大家来尝尝。哇，已经排了这么长了呀。哦，太有名了啊！这已经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维尼莎，这个 Dumpling House 非常有名啊！我们希望维尼莎走得越来越远啊，维尼莎走得越来越远，谢谢。哎，王文，你好，你怎么也来到现场了？来了，排着。啊，对，我说你怎么也来到现场了？你是慕名而来是不是 ？Dumpling， 好嘞，来，我们看咱这个拍一张这个 Dumpling 这个维尼莎 Dumpling。好嘞，这是一个已经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一个咱们中国的一个水饺的一个品牌。好了，谢谢你跟我排队，不用排队。好，咱们现在就结束直播。我以为你啊，给那个